单人生存第七期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上期下矿收集了不少材料，这期咱们等会准备造城墙了。首先咱们先单挑这个海王，三叉戟不错，借我用用吧。先给床放这，我怕死了，等会他跑了。咱们这运气不错呀、说借他三叉戟能用还真给，而且这磨损的不是太严重，但是咱们也不用这武器，等我后期看看能不能弄到中程，今夜修补附魔书，附魔了以后再用。至于现在就到了咱们见到的时间了，咱们开干吧。OK， 最外面的雏形弄好了，容我想想，接下来怎么办？2000 years later， 想了一下，天又黑了，咱们先睡觉。现在咱们继续去建造城墙。材料真心太不经用了，咱们准备一下，继续去上次的那个地方收集。终于到了，咱们开完。被你收敛才能来，那里莫待，光有能地球能在。这次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建筑材料。OK， 经过咱们的不懈努力，终于又有一背包的材料了，咱们现在准备回家吧。瞬移成功，咱们现在将材料加工一下，然后继续弄围墙。材料有了，现在继续。我擦，还是不够，时长原因，这期就到这了。我自己等会再去收集点，将城墙弄好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